来了，今晚必须赢，快去搬砖。走了，都走了，妈的都走了，我也走。靠，我给寡妇说，他妈的不，今天不好受，我明天去吃。这阿子不过来，我靠！我得去。这阿伟也不过来，我。操，这寡妇要紧，行。唉，这可咋办啊，我靠，没大哥来支持我，然后我自己请寡妇吃饭，寡妇就在这个酒店里，我自己请寡妇吃饭。阿伟说了，请你到南岩大酒店吃饭。阿伟哥请个毛去，你当初开始用野蛮的表现镇住他们，让他玩玩小寡妇吧。阿伟快到了强直脊椎炎的末期了，我现在还初期，他要到了末期以后直接躺在床上不能动了。阿伟挺可怜的，你先完了，这是小寡妇说 OK 了。什么默契啊？大哥们，我要了一个小时的饭没要出来哦。脾气难。手机密码5519。错了大哥。错了。看清了没有？5519。错了吗？看，五五。